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克洛的派。今天我们来玩的是什么之塔？月氏之子地狱级咯。月氏之子地狱级，上次我们打的是月氏之子地狱级，那时候是瑞狼。OK， 那么这地狱级呢，你需要用到马格，或者是马格，就是闪亮的弹的精华，就是熟悉的光弹啦。OK， 我们进入战斗。入。OK， 这为什么会需要马格，会需要光弹呢？这是因为在王冠的时候，王冠的旁边两只小兵，就是旁边的两只狼哦，不是一般的狼，你打地狱级的狼根本都不是一般的狼，他的狼强到好恐怖啊。OK， 那么这个狼呢，看你，三只小狼都打我这么痛了，妈的。OK， 那么在王冠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光弹，是因为光弹扩散出去的攻击力是无视防御力的，然后而且王冠的时候他两只旁边的狼一直封锁你所有的主动技啊，你知道有多惨的吗？他封锁你所有的主动技，所以你可是你不能开爆，所以你他封锁你所有的主动技，所以你不能开爆发爆死他，你也不能用手肘打死他，因为他的防御900万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可能你手转900万吗？如果你有可能手转900单只啊，我是说单只，一只攻击力超过900万的话，那么你就好神了 ，OK？ 那么所以就需要用到闪亮的弹，或者是暗妹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暗妹好像有人说可以，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因为我没有解放暗妹。暗妹一定要解放了，因为他的暗妹解放之后，他的主动技是清除所有被封锁的技能哦。然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因为他已经被封锁了，还是我不懂啊，我真的不懂。我要看有没有人成功用。OK， 那么很快就打到第三关，第三关一定要秒死啊！啊，秒不死也不用紧了，秒一定要秒死，你秒不死你就要死了。哎，我的火珠没有消到，哇，剩一滴哦。OK， 随便啊，赢了。那么下一关是什么呢？下一关是 ，OK， 下一关是素材了。下一关是素材了，素材素材 CD 3，你到他 CD， 你到他 CD 1的时候才去打他。我们先乱乱抓 ，What the fuck？ 天降一闪光珠下来，你是神经病哦！而且我前面好像打得太快了，前面没有存到技，我的妈呀！OK， 我又不小心消掉一组光珠了，因为那边你只要消暗珠的话，它就可以直接死掉，因为它 HP 只有剩下一百两 HP。OK， 那么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，先开白虎淹死他们，因为他们两个，他们连击你是打不死你的，他连击你，他打你5000，连击过后是打你10000。好，所以这里。我们做一个选体攻击，不能把他们打死，因为你还没有开光弹。OK， 还没有开光弹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让我想想，我们应该要 M 中间那只嘛，不是吗？我们应该要，瞄准这中间那只，然后开光弹。光弹的名字叫什么？叫马哥。OK， 开马哥，我们要 M 准中间那只，然后开马哥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开了马克之后，它分散扩散出去的攻击力就50%罢了，50%，所以一定要开爆发，也就是说一定要开我们的光主角奈宝尼了。OK， 这有点紧张了，各位有点紧张了，要开爆发了，因为不开爆发的话就死定了，不开爆发的话是秒不死了，来吧，哇啦哦！上面没有光珠的哦，很搞笑一下的。
上面一粒光珠都没有，好棒！哎，哇哇哇哇！刚刚天降两粒光珠，我的妈呀 ！OK， 那么非常棒的，直接干掉了这两只了。那么马上来到 Warning 王冠了。那么你的光蛋你之前已经开过了，所以现在还是有的，现在还是有的，因为还是持续三回合。你看嘛，你的主动技所有都被封锁了，你的主动技全部都被锁着了，不能用，只有光蛋你之前开过所以可以用，之前开过所以才可以用。那么这里你只要随便转一力转一下按住旁边那两只就死掉了，因为它是50防御力的，它防御力900万你知道吗，吓死你啊。好吧，我又想到一粒光珠了，一组光珠，我不懂为什么。王的话他的 HP 是150万算很低了，在王来讲150万算很低了。那么这里我们就暂时先恢复一下命，给他打到一次，然后就直接开 top 开索尔。哇，我的 top 一直跳上来OK 很好，其实 top 就算没有跳上来也是可以直接秒死他，因为他命150万罢了，非常简单啊！我排错了，我的光珠要排在右边。OK， 好了，赢了各位，我们赢了。哦，哇，好高好高的伤害。终于啊，我的妈呀，我拿到一只月狼了我拿到一只月狼了，之前没有拿过月狼啊。哦，拿到一粒魔法石哦，哦，刷新个人最高纪录，哇，还拿到人命怪鸟哇，地狱级的人是太美妙了。哇，看我的月狼七星月狼哦。梦魇级的话你不要问我，我不会打梦魇级，真的是不会是不会打攻击的。OK， 看看我们可爱的月狼和日狼长什么样子。OK， 哇，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画得很单调，画到很单调罢了。不像解放过后那么帅啊，这个好奇怪啊，很可爱，太可爱了。OK， 我们换一下代表，换成我们的解放索尔，换去解放索尔。OK， 那么各位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神魔之塔，再见啦，拜拜。